女梁伟拍亲唔系戏，老婆无眼睇。最近忙于为舞台剧排戏同练歌嘅女梁伟就透露，稍后就会到外地拍新戏，当中有激烈打斗场面，但系自己就冇激情戏份。不过另一套即将上映嘅新片就有少少衬热气啦。嚟紧有一部就嚟上噶，嗰部会有啲激情咯。太太亦都好明白，佢又唔会话诶呢啲唔得，嗰啲唔得咯，即系喺我哋嗰、那个。接受範圍裏面就 OK 的，即係好大嘅接受。佢可以，好多嘢如果太保守咧，你係做唔到嘅喺個熒幕上面。咁監場㗎？佢唔會，從來唔去我拍戲現場喎。你可以咁講，佢好放心啦，亦都可以話佢唔使理我啦，佢唔理我。